想要拿捏 FPS 玩家的钱包，那你得多出二次元枪皮。之前《使命召唤19》出过一个吸引眼球 1.0 二次元包，就是这个老婆枪皮。这个枪皮吧做的不尽人意，老婆放在枪托上，无论是尺枪还是剪士都看不到老婆，所以二次元了一个嘚儿。但是今天上架了一套吸引眼球 2.0 左包，售价1800CP。神经哥带大家来看一看 SAP50 射手步枪蓝图前辈你好。这蓝图呢能快速完成瞄准和击杀，适合核心多人游戏，自带夜光弹和动画外观，一定能吸引前辈的注意。哎，粉嫩嫩的枪皮，猛男专属色。老婆手里拿着小手枪，穿着粉色骑定小短裤，趴在机匣上看我打枪，妙呀！在激光指示器上还有一个同款小老婆，你就说吧，心动不心动 ？BASP 冲锋枪蓝图，快看这里！用这张隐秘、迅速、致命的蓝图高举动漫大旗。刚才那把是猛男粉，现在这把是基佬子。再看枪体上的老婆，手里扛着大机枪，长长的马尾随风飘，中间还露着小蛮腰，弹骨插的位置那是恰到好处呀。当你握枪的时候，左手正好揪着马尾，爱打不了。这一次你是很懂我的。载具外观，目光焦点，载入画面，利用掩体两个徽章获得关注和难掩兴奋。老婆来了，请投币上车。展示完还得说道说道，1800CP 的包啊，没有人物，没有死亡效果，毕竟便宜嘛。粉彩夜光弹还不错，只能说还不错，因为这一代 COD 啊，类似这样的夜光弹已经好几个了。动态激光指示器非常好看，二次元载具外观在战区中绝对是最亮眼的。你瞧这车真大，轮毂特别好看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当你把脸贴到车身上看，你会发现车皮分辨率很低，有点模糊，估计是IW 贴图没有处理好。最后我给 IW 提一个建议，如果还有吸引眼球 3.0， 你一定要把二次元皮放在泰普斯湍流这把枪上，因为小手这一掏直接灵魂出窍。皆様の暮らしを豊かにするため